这我想谈这个焦虑的问题。我有焦虑症，我总是有焦虑，我是一个天生的忧虑者。假如我没有什么事儿着急的话，我就会焦虑，以至于你呢，能够想象，当着这个 TED 平台，这些好人们联系我，并且要求我做今天的客座演讲者。实话说，我想是开玩笑吧，并且我吓坏了。